最后把屠刀对准了他，这个畜生！你怎配姓齐？啊！ 再问你一遍，邪还是不邪？你做梦！我做梦！若是不邪，我就杀了程仲玉。 如你所言，真是连自己兄长都能杀的人，区区一个女人，对朕来说又算得了什么呢？你要杀就杀，想要遗诏，休想！你。当时有着。